M89 它的质地其实很舒服，而且只要这样子轻轻一滴，它就可以覆盖全脸，保湿度很够。可以先示范给你们看，然后我都会用它来按摩我的脸部。我自己发明了三步按摩法。怎么按摩呢？我会先在眼周像是这样子画八的样子按摩，用手指头按摩眼周，然后再这样子画下来，顺便按摩这边的肌肉，画一个九。画下来之后呢，再从这边下巴这边往上推，推起来。那下巴这里也可以往上推，还有额头也可以再把它往上推开，它的保湿度非常的饱和，所以很好推。噔噔，维姿 M89 火山能量微精华，就是我每天给肌肤补充能量的秘密武器。